你咋喝？麦冬是中药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养阴药，它主要是养肺胃之阴，它作用的部位是在上焦和中焦。哎，肺阴虚、心阴虚、胃阴虚是都可以用麦冬。枸杞子滋肾阴，枸杞子这味药呢，既能滋养肝阴，也能滋养肾阴。那么他们俩的配伍啊，剂量呢是麦冬十克，枸杞子十克啊。然后这个方呢，你煮水也可以，泡茶也可以，放在保温杯里，然后呢用开水一浸泡，每天喝这个茶水就可以了。一般呢喝一周到两周，先看一看现在的。